为啥你不吹头也下雨？为啥？刚才摘了一下帽子，风就是山风吹了一下头。我好容易今天搞个发型，你说就下点雨啥样了？哎，我发型还行吗？是不是还行？还行还行。雨没有太影响我吗？你喷了多少？你们一群看起来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事情的人，原来这么在乎。我告诉你，于和伟可都减了老长时间肥了，饿得眼睛都往里抠。嗯，哎，他真瘦了，他是可不瘦了吗？他到这儿瘦了一大圈，他肯定是来吃来了，他瘦一大圈。他养这个羊为什么要养他呀？好像这俩还挺懂事儿的，不是为了招待客人吗？招待客人啊！我的天哪，你就当着他面说呀？不是不是，我是就探讨一下。你知道他现在说的什么话吗？旁边的花色给批一下。我没那个意思。哎，真乖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说为了招待客人的话，那绝对不行，我就得想办法拯救你们了。听懂了没？嗯，真可爱。嗯，差不多。来，熊哥。哎哎，你这个我期待半天了。嗯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年龄比我大那么多，看着比我年轻那么多呢？你这个天天养生弄得挺好啊。不错吧？嗯，好喝呀、啊，有道理的。你看人保养的，对呀、啊，我就说六十多了，你看这能看出来？这天天保养的，这哪有那么年轻了？啊、都敢往下聊是吧？六十岁看不出来，没那么年轻了。